兄姐妹，今天早晨我们只有一个祷告，就是愿主的荣耀降临在这里，愿主的荣耀真实的降临。父神创造的主，显明你创造心意，兴起你所拣选的百姓，在这里同心前进，宇宙万物都在叹息，等候你能力彰显，救主释放你的恩。Oh
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主我们谢谢你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今天的祷告就是愿你的荣耀降临在全地，主啊，让我们的眼睛可以观看你的荣耀，主啊，愿你也来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自己的荣耀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愿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平安，平安。让我们在今天，我们继续，我们来看，在盼望的里面，这一个活泼可夸的盼望，是要带进我们的行动。怎么样让我们在行动上面，在我们生命里面看见我们的生命？哦，主啊，能够跟这个盼望是连接在一起的，是走在一起的，是动在一起的。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四、二十五节，还有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，不是盼望。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若我们啊，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，所带来给我们的恩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过去，我们这七天，我们一起谈到盼望，谈到荣耀可夸的盼望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盼望，我们不只是在这里，我们讲盼望，听盼望，然后就过去了。我们期待这样的盼望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，能够成为我们的行动。阿们。弟兄姊妹，神的话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要单单听到，我们要行道。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盼望能够行出来？我们把这样的盼望由名词变成动词，我们会看见，会带来那一个极大的影响，在我们生命，在我们的家庭，在我们的教会，在我们的城市，在我们的国家，甚至这样的盼望能够流到万邦。为什么？有人说，为什么英文能够成为世界性的这样的语言？因为英文，他们说英文是一个强势的语言，是一个行动的语言。弟兄姊妹，若是我们要成为能够有影响力的基督徒，我们必须要把这样的盼望能够由名词变成动词。阿们。若是我们的教会要成为有影响力的教会，我们要把这样的盼望由名词变成动词。我们不要光说不念。在这里我们刚刚所读的两处的圣经，这里的盼望在希腊文里面是动词，所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这个盼望是动词，不是名词。我们专心盼望，这个专心盼望在原文里面这是动词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但里面有盼望，让那个盼望能够在我们的里面不只是影响我们的生命，那个盼望在我们生命中间，让我们活泼的盼望，活生生的盼望，或者是活泼跳跃这样的盼望，在我们的里面来跳起来，来影响我们的生命，影响我们的家庭，影响我们的教会，影响众教会，影响我们的城市，影响我们的国家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看到啊，我们知道有一个报道讲到，在智利南美洲这个国家，他们在一个矿坑里面，33个人被活埋在矿坑里面。当他们被活埋在矿坑的里面的时候，他们在里面已经整个洞完全被封了，他们在那里面，但是他们都是有信仰，他们在基督的里面，他们相信
是我们的生命虽然在这样的一个艰难中间被埋在很深的矿坑里面，所以他们的盼望在这样的盼望里面，他们把紧紧的这个几个罐头，他们按着他们就来分，每一天就吃一小部分，能够维持他们的生命，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生命继续维持下来就有盼望。因此他们在那里，在盼望的里面，他们在整个安排，而他们在外面，他们有一个，他们就一起在那里要救希望，所以有一个他们设立一个希望之营，在外面希望之营，在外面来，他们外面有盼望，有行动，他们希望把这些人救出来，他们里面有盼望，有行动，希望把这样的盼望能够看见，能够带领他们能够救出来。到69天，他们在那里69天，后来33个人全部都被救出来。弟兄姊妹，这种盼望不是名词的盼望，这种盼望不是听一听讲一讲的盼望。我们期待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当我们思想到我们盼望在这一年，新的这一年，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，我们有一个可夸的盼望，这个盼望我们一定要把名词，盼望的名词变成动词，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成为我们的行动，成为我们的生活，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。我们知道影响台湾的教会，或者影响也是影响我们啊教会非常的深远的，就是泰国的希望教会。他们希望教会在大概差不多30年前，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的教会，在非常艰难的在泰国那个地方来建立教会。但是当我们到那边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他们在短短的里面，他们希望在整个泰国各个乡镇建立教会。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盼望，他们取名叫做希望教会。而在希望教会里面，他们每一个在这样的盼望中间，他们一起行动，他们从上到下一起来建造教会，在校园的里面，在都市的里面，在乡村的里面，这样的盼望产生非常大的影响，以至于短短不到20年的时间，他们从一间教会建立超过1000间教会。弟兄姊妹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知道海迪贝克在莫桑比克，他在那里在最没有希望，在最没有希望中间，他们把福音传到那里，传到那些孤儿，那些没有人要的小孩子中间。在那个里面，我们看见他们行动这样的盼望带来的一个力量，带来的一个影响，以至于我们看到现在在莫桑比克那里建立到处都是教会。而且神把这样的盼望使这个绝望的，在这里绝望的人有盼望，在那里绝望的乡村有盼望，在那里绝望的国家充满了盼望。因此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一年，让我们说，主啊，你的盼望要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不只是为了将来，让我们现在那个盼望就变成行动，那个盼望就名词变成动词，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的盼望是有行动的盼望，让我们的小组是有盼望的行动的小组，让我们的教会，让每一间教会是有盼望有行动的教会，而且是集体的，我们不只是个人一个人，让我们的家庭有集体的盼望，行动的盼望，让我们的小组有集体行动的盼望。我们也盼望在我们的城市，我们众教会一起连在一起，我们都有盼望，我们的城市每一个教会都有盼望，都有行动。让我们在台湾，让我们各个城市，
我们每一个教会，我们在盼望中间集体有行动，阿们。让我们在香港的教会集体的盼望有行动，让我们在中国的教会集体的盼望有行动，让我们把福音要传到耶路撒冷，我们是有盼望的，我们是有行动的。我们相信神在今年要做更荣耀的工作，在每一个教会，在每一个城市，在每一个国家，求主恩待。我相信这是末后的日子，也是我们有盼望，我们越来越有盼望的日子。在这末后的日子，我们是有行动的，我们的盼望是有行动的，那个荣耀是有行动的，以至于我们要看见我们的城市要转化，我们的国家要转化，我们要成为列国的祝福。求主来施恩赐福给我们。我们来祷告，我祷告一句好不好？大家同声的，你在电视机面前，你不要静默在那里，让盼望你也跟着我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父神，求你使我们不但讲听盼望，求你使我们不但讲听盼望，知道盼望，知道盼望，不但听到也能行道，不但听到也能行道，使荣耀由名词变成动词，使荣耀由名词变成动词，盼望由名词变成动词，盼望由名词变成动词，使我们盼望那不见的，使我们盼望那不见的，能够忍耐等候，能够忍耐等候，也能够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所带来的恩，也能够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所带来的恩。求神使活泼的盼望能有个人感染全家，求神使活泼的盼望能有个人感染全家，感染全小组，感染全众教会，感染全小组，感染全众教会，使台湾的众教会在荣耀盼望中间动起来，使台湾的众教会在荣耀盼望中动起来，使全球华人教会也能够在盼望中间动起来，使全球华人教会也能在盼望中动起来，成为列国的祝福，成为列国的祝福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我们求主使我们把对人，特别对政治家的盼望转向神。我们要从人那里得盼望，最后是失望，甚至我们要对政治家的盼望常常让我们绝望。但是当我们转向神，让我们对神有准确活泼荣耀的盼望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，我们同声的开口，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主啊，你主在你右派的面前，谢谢你，主你来帮助他们。哈利路亚！我们的盼望在主，我们的家庭的盼望在主，我们的教会的盼望在你，台湾中教会的盼望在你，啊，香港的盼望在你，中国的盼望在你，菲律宾的盼望在你，日本的盼望在你。哦，哈利路亚！印度的盼望在你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有盼望，有荣耀的盼望，让盼望动起来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让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。主，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，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。主啊，我们相信我们所盼望的是会真实的，因此我们会忍耐来等候这盼望。主，我们求神你帮助我们，我们也承认我们常常在人的身上，主啊，把盼望放在他们的身上，甚至于在我们城市，在我们国家的领袖的身上，我们都指望他们，主啊，来改变，来带领我们，但往往我们常常是失望的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主啊，不是把盼望放在环境上，而是把盼望放在神的身上。主，因为神是使我们有盼望的神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也你的恩待，也为我们在这一个新的一年的开始，让我们学习把盼望
放在神的身上，因为神使我们有盼望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也帮助我们在盼望当中里面，让我们能够来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。主啊，这个盼望成为我们的行动力，这个盼望成为我们的影响力，这个盼望把我们个人哦，主啊，能够带下，主啊，去转化，去改变这个城市。主，我们赞美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求主使台湾的教会众教会，让我们不但有增长的盼望。我们感谢神，在过去这四五年，我们看见教会的增长，好像看见有一些的增长，但是增长不是我们终极的盼望。我们盼望能够在合一上面，让我们能够有盼望。我们也看见在合一上面，神也带领我们，恩待我们，但是我们盼望我们能够一起完成大使命。我们在转化上面，让我们有更大的盼望，而且集体的盼望，行动的盼望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所以说，我们来到面前仰望，恳求主你来使用，谢谢耶稣，主啊，祝福台湾的教会，祝福台湾的众教会，让我们在盼望中，主啊，一起来行动，主啊，有真正的盼望。我们要完成大使命的盼望，抓转化的盼望，抓台湾成为我主耶稣的国，主耶稣要赐福成为列国的祝福，主耶稣仰望你，求你工作，继续的工作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要动起来，谢谢耶稣，主你来工作，交在主你的手中，谢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。感谢你，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感谢你，为这几年你在台湾，在台湾的众教会，你所做荣耀的工作，我们献上感恩。主啊，你说你动起了这个善工，你必定会成全。我们要看见台湾会有极大的改变，会有极大的转化。哦，主啊，我们实在感谢你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，因为当神的荣耀更多降临在你的教会，当我们吸引神更多来到我们的中间，我们就可以吸引人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就要看见在你的教会中有增长的盼望。哦，主啊，有合一的盼望。主啊，我们要完成你给我们的大使命。哦，主啊，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是的，不断的来祝福。当我们继续的祷告祷告祷告，我们看见有一天这个转化的盼望会实现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过去我们一直期待，我们一直盼望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相信这不再是只是梦想而已。我们知道在去年的圣诞节，从台湾，从印尼，从马来西亚，我们一些牧者，我们一起在伯利恒那边来有一个两天的布道的聚会。我们已经把福音传到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，但是我相信这只是一个起头。我相信神要把让我们知道说，把福音传回到了耶路撒冷是有盼望的。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，我们列国，我们华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弟兄姊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行动，让我们不但有行动，让我们有集体的行动，让我们有合一的行动。我们期待这新的一年能够有更大的突破，有更大的进展，让我们华人一起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，就是我们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，耶稣赞美，哈利路亚，欧抓耶路亚，欧抓石头，欧抓行动，欧耶稣赞美耶稣，主啊，新的一年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欧抓欧抓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忏悔，主啊，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，传到犹太人中间，主耶稣，我们要万圣诞节，哦，
有主耶稣，谢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我们赞美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爱全球的华人，谢谢你拣选呼召全球的华人，主啊，求你今天将你那丰富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主啊，叫我们不要失去那起初的爱心，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当我们真的要接起这个华人，主啊，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棒子的时候，主啊，让我们不再只是一个梦想跟口号，主啊，让我们把名词转为动词，哦，主啊，在2014年新的一年，主啊，祝福我们全球华人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。家人能够有新的突破，新的进展。哦，主啊，愿你的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。哦，主啊，也许我们许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始。主啊，但是好不好？主，求你感动我们，让我们就从祷告开始。主啊，让我们可以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。主，我们赞美你。阿门。主，是的，哦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，把盼望化成行动。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